你不要动啊，蓝湛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像找不到回去的。蓝湛，你要干什么？ 鸡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些鸡是有主人的，你这是偷，你知不知道？肥不肥？啊？肥啊，好肥！你好厉害！给你，都给你。 蓝湛出身世家，被三千条家规管得七荤八素，醉个酒，他玩得比我还疯。喂，蓝湛，你又在干什么？蓝忘机，到此一游。 蓝湛，咱们别闹了，行吗？回去睡觉啊，听话。走了，走。哎，走，快走。哎，蓝湛，等我一会儿啊，不要动啊。 我跟你说啊，可真是把我累死了，我下一次再也不敢让你喝酒了。可，水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给你倒。 让你喝这里面的水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哎，你看你，蓝湛，我觉得你酒醒之后啊，最好什么都不要记得，否则啊，我看你就没脸见人喽。 这是吉？嗯，啊，所以现在是有问必答时间。嗯，那你有没有喝过云深不知处的天子笑啊？否。那你有没有犯过禁？有。那你喜不喜欢兔子？喜欢。蓝湛。
你总算承认了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有悔。什么悔？不夜天没有和你站在一起。所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我。蓝湛，你记住了，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叛出，我修鬼道术法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明白了吗？蓝湛，你干嘛？蓝湛，你到底听懂了没有啊？亥时到，休息。